主料，高粉280克，水113毫升，牛奶75毫升，糖16克，盐4克，酵母5克，辅料奶粉16克，土豆粉16克。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，混合高粉、牛奶、糖等所有材料于面包机内揉出膜，第一次发酵好，取出滚圆，松弛15分钟，擀成椭圆形，排气后卷起放入吐司膜中，进行第二次发酵，烤箱预热200度40分钟。烹饪技巧，土豆粉不是土豆淀粉，最好用三花的纯土豆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